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先还是按照常例，我是花藏，再来 BGM。今天上山野采的工作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卫生纸、钱包、少量现金、手术刀、喷雾、酒精、打火机、创可贴。以及网纱、网小网子，还有镊子，还有一些快餐盒。值得振奋的消息就是，昨天晚上我去烧烤街去，买了两条龙虾，虽然不是很贵吧，2块钱一条，我也是买来了。只不过就是他们的空间有点小啊。还有，我要和妹妹去上山野采去。琪琪，穿好了皮衣裳了吧？穿好了，那我们就一起行吗？